艺人林心如自从早前出席活动公开承认已怀孕的消息后，就开始不再避讳露出孕肚，和大家分享好消息。继日前和老公霍建华合体现身慈善活动后，林心如12号在脸书上贴出了两张正面全身照，要粉丝们挥别蓝色星期一。只见四肢依旧纤细的她，穿着休闲帽 T， 不说还真看不出已经怀孕4个多月。不少粉丝看完都留言表示，真的是最美孕妇。还有网友嘴甜的说，这根本大学生吧。不过现在外界都在揣测林心如肚子里的宝宝究竟是男是女，虽然日前霍建华表示现在还不知道，并指无论男生女生都好，但日前林心如提到宝宝用品时却让胎儿的性别疑似露馅了。据媒体报道，林心如早前聊到宝宝用品就表示一定要买粉红色的啊。虽然大家都知道林心如本身就是个粉红控，但仍引人好奇肚中的宝宝会不会是个女娃。